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和节约环保意识的提升，洗碗机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。洗碗机不仅为各大饭店、食堂节省人力，还可以节约用水，起到强力洗涤、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梦之手洗碗机是服务韩国人民20年的老品牌，在荆州设有工厂，所产机器大多出口韩国，在中国市场逐渐壮大的基础上，开始面对中国销售。梦之手洗碗机无需使用热水器，凉水供应时也能维持高温70到90摄氏度，并且使用上下回转式多角度喷头，没有任何洗涤盲区。在经过高温消毒后，还可以用洗涤剂达到第二次消毒，最终能达到完美的洗涤效果。梦之手洗碗机有3款经典的款式，第一种是提拉式洗碗机 DY1001，这种洗碗机适用于小型食堂、咖啡馆等地，每小时可以冲洗1800个餐具，冲洗水箱容量为42升，漂洗水箱容量28升，可以满足一整天的需求，并且最大适用功率5.4千瓦，与同等洗碗机相比，水电费支出更低。第二种是传动式自动洗碗机 DY2001，这种洗碗机适用于大型酒店、食堂等地，每小时可以冲洗3500个餐具，冲洗水箱容量为42升，漂洗水箱容量28升，体积小，不占空间，并且最大适用功率7.4千瓦，水电费支出非常低。第三种是餐盘专用自动洗碗机 DY3001，这种洗碗机适用于大型食堂、学校、部队、医院等集体用餐场所，每小时可以冲洗1500个餐具，餐盘插口可以调节，无需担心餐盘大小，插入餐盘后可以自动洗涤、消毒、烘干，冲洗水箱容量50升，漂洗水箱容量64升，体积小，不占空间，并且最大适用功率10.5千瓦，水电费支出非常低。梦之手洗碗机，圆您完美洗碗之梦。